当当，真凝碟配色版本的 OCE-MST 凝碟巴比龙它来了，它的表现究竟如何呢？接下来先上360度展示，再上拼装过程。大家来到芥末的桌面，今天为大家分享的就是产能大厂 MST 带来的最新作品鸣蝶巴比龙的 OCE 配色版本。这个一看就是鸣斗士的配色，虽然之前没有在其他地方见到过，但是整体的效果还是真的很惊艳的，有没有？ OK， 首先看一下素体啊，还是比较紧实的，然后把手甲在板件上剪下来之后对手型进行安装，然后我们就可以开始拼装了。大腿没有膝盖的这个一体的小腿甲以及金属脚的组装都还是蛮顺畅的啊，另外一边的金属脚同样也是蛮不错的。安装上之后呢，这个素体虽然是三代素体，但是还是比较紧实一些的。然后呢，安装上臂甲的时候同样要把小臂取下来再进行安装，这个无论是哪个品牌包括万代在内都是要需要这样安装的啊。然后呢，组装另外一边的小臂甲、下臂甲以及手型，哎，在组装手型的这里时候大家可以稍微用一下力啊。三代素体的这个手关节球还是相对来说比较大的，安上之后也比较紧实啊，不会出现掉落的一个情况。OK， 手型安装完了，接下来我们安装这个裙甲啊。我们可以看到裙甲的最上面的这个腰带部分还是非常紧实的啊，后面的扣卡的非常的合理，然后呢丝毫没有晃动的情况啊，不会像 MC 之前出现拖拉圈的那个情况一样。OK， 然后我们进行胸甲的安装，胸甲就是两个部分啊，一个大胸甲马甲，另外一个前面的胸甲，之后就可以安装大翅膀了。安装完大翅膀再进行肩甲的安装就可以了。最后呢就是头部的组装了啊，首先我们可以看到直接把这个头部的这个小杆拿下来，然后将后发的这一个后半部分的圆形槽去扩大一些，然后就可以塞到我们的这个连接杆里了。然后是头部进行组装，这已经我们已经戴下手套来了，是要一个比较精细的操作的。最后就是后发、前发以及面罩的组装，然后我们的鸣蝶巴比伦就组装完成了。怎么样，效果真的是非常的帅，非常的鸣斗士，对不对？对于喜欢清一色的紫色的强迫症的小伙伴来说，这一款真的是非常不错了。如果喜欢的话，记得给我一个一键三连哦，拜拜。